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. 叶伯廷跟阿凤都给我迟到。你现在正经有实感。On each and every day,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. Way back a year ago, I'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. 男朋友嘞？男朋友嘞？那是你，那是你。哎呀，不要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哦，妈咪。刚抽完烟，你还靠人家那么近？我没有烟味啊。我帮你说，看，看，屁，屁。哇！好会教哎。确定要教声？确定要吗？在那边找停车场。我们吃面那边在哪？对啊，就在旁边了。帅吗？还好。走吧。对不起。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, but all will be okay. 不行，我们进去走吧。热哦，我想要脱光衣服。给他用纸吗？他会迎宾交换。刚刚就问可不可以了。我们住哪儿？他是要有一点斜度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直直的让他走。我们住哪里？这是我们食材。待会要煮火锅。那我根本没有放行李，是有高山症吗？还有非常多的酒。木板上面就是一分，好，然后再进洞就是三分，好，对，你可以站稳，然后出去就没有，然后就是一人三分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你要怎么丢都可以，但是不要丢太高，因为我上面有灯，所以其实你是用往前抛的方式，进洞就是你的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对，还有我的家。我不是这边厉害，那是专业的。地洞，地洞。啊！哇！哇！果然是地洞，随便挖的。哎，对，挖完了。下面。他真的用手啊！四个八，对，六七八，拉了，哦，性感的，慢慢小心。他的肛门已经很紧。哎，200块去了，哎呦，哎呦，稍微展现一下，要找下一个 battle 是不是？他刚做音乐大声点，哇靠！哎，怎么 two pay 的上去 battle？ 小米 JJ two pay， 我要吐了。他不会害羞哎。不可能，那么想让人吐吧？错啊！耶！哎，那个林冠宇，那个林冠宇，林冠宇，林冠宇，哎，
怎么又睡在里面的？哇靠！你累一累起不来呀、啊！哇，小马，小马，小马，我没有喝酒醉，我是觉得你应该体谅我。你们觉得很笑吗？你们白痴一样。我是觉得你应该体谅我，但是你先等我抽完。笑啊！没有关系，继续笑。笑，谁在笑？谁在笑？我不能听吗？我不能听吗？万众睡爆，我听什么？我靠！哎，不配！我先讲哦，可以吗？你帮我拿下。发誓，发誓。你 OK 没有？好，去上。神经病哦，宝贝。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个数字。不要吵啊，十点了。好了，不能了。一箱人，杨杨书记嘛，杨出奇，同威。你别骂了哈，过去。哎，怎么了？喂。小热血，没有要下赛道，很漂亮，可是好冷，超级冷，看冷到冻僵。我是前知名 YouTuber， 泡菜派对，泡菜派对，地精地精，对，在会赛，请记得订阅泡菜派对，啊，记得帮我那个连接。雨天的话，哦耶，那你超黑了，对啊，我看不到你的眼睛。来，我们来跟大自然合照。안녕저는진홍민입니다你在录影还是拍照？录影啊。我的喜欢你好奇。韩国人、日本人，是意大利美食啊。Sita place。Sita。走。大家好，我第一次来武林。就觉得有点冷，他在露营。哦、oh, oh, 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法国来的朋友了。欸、你要不要入镜啊？我帮你讲一下。啊，没事、啊。要不要讲？真的吗？不重要。靠背，你很重要。你们没有，你也很重，大家都很重要，好不好？
你也是第一次来武林？没有，我来 我是来二四。我第二次有。哦，你说这里吗？对、啊。我跟你说班友，这里没有来过。这里没来过。嗯。我想说，武林来二四，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吗？第二次跟第四次的班友有来，这是第四次吧？第一次你有去吗？你们有去吗？第一次我去了。宜兰罗东那边，然后第二次，南澳。对对对，第二次我去，第三次是那个小琉球。小琉球，你有去吗？我没有去，我不在台，我不在台。哎，那你都有跟上呢？那我都有跟上。我发现在这边比较活出自我，就是让大家知道我真实的样貌长到底长怎么样子。对，因为其实怎么说呢，之前都活在一些阴影当中。对，大家都，即便我画的再白，有些人还是看不出来我真实的样貌。对啊，随便。所以我很感谢这边，我适合住在山上，要是有太阳的山上。对啊，以前大了，我好饿。我好想吃东西，而且我刚刚说我想要去海边，他们叫我去死。我们今天就分两批吧，两车回台北，两车继续玩。女权主义者，对对对，好饿哦！哎、欸，你刚刚说哪一间好吃？好鸡脖，好鸡脖好吃，在哪里？底下刚刚不是娜娜吗？看到娜娜是什么？我们刚刚不是穿什么娜娜美食？本来要下去，后来我又决定要穿。我好饿哦！你很饿？嗯。我早上没有吃很多，现在肚子饿，等一下要去吃好鸡脖吗？都可以啊。好啊。你要回去顺路就吃。对，愤怒吃，肚子饿就是要吃。你是第一次来武林？第二次了，第二次了，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。你头不会冷？嘿嘿，开玩笑，会冷吗？再见。啊，我们要喊口号吗？你拳头，我拳头，你为什么要战斗？我们要喊什么？你拳头，我拳头。你拜托，我们戴口罩也看不到。快点啦！不要录影。我们要拳头，拳头比拳头。有没有天窗？一二三，耶！你拳头，我拳头，你为什么要拳头？我们现在计划呢是要去回去台中。就不继续往下走到花莲，去台中玩，然后再回台北。超美。不要解决了！没关系，到后面再拖。哈哈哈！哈真的靠腰。哎，我这都把它录下来。车上有人，他直接傻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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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聊，还在聊，现在已经12:50快50分了，还在聊，老板捆吗？啊，我问一句。